蛮开心的，因为妈妈第一次走红毯，然后第一次参加金曲奖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也算是让妈妈知道，这几年我算有一点成绩了哦，不然她一直很担心我，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做音乐的情况。那主要是这一张是献给父亲的一张专辑，那父亲离开，我觉得妈妈可以带着爸爸的这份心意，跟我一起来参加这个充满祝福的典礼，这样。黑人吗？